章。尹天仇，他竟然说你是个花妖，他竟然跟我开这种玩笑。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他说的是真的？我是花妖，也许我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那你会去尹天仇那里吗？我没有想过。去吧，其实我觉得只有尹天仇那里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说了些什么？哎，现在好了，飘飘也走了，顺风楼也倒闭了。所以呢，我要你对我负责。我现在对自己都负不了责了，怎么对你负责？那倒不如我来替你负责呀！来来来。我扶你回房休息。小宝宝，来呀，今晚啊，乖乖吃了药，病才能好得快。来，我喂你。逗你的。啊。客气啥？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呀！一家人就是，咱们还是朋友。是谁把你送到你家？是一个老妇人啊，她告诉我说要买一个丫头给我。下次遇到这个老妇人，你得通知我。哎呀，那你不搞货呀？全镇的人都得明白。嗯，就拿出来。干嘛？拿出来。大嘴呀，你为什么老喜欢穿女人的衣服？因为啊，我喜欢女人的肉美。我学过东洋的降头术，它呀，可以让你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自由穿梭。你要不要学？有这种事儿？那是。太神奇了，可是我要怎么变回去呢？我教你几句咒语，就可以变。以后我也可以穿女人的漂亮衣服、鞋子，背女人的包，我也可以疯狂的女人了，干娘。真觉得我们不合适。你是不是因为我在春风楼干过，所以才不喜欢我？不是因为你在春风楼干过，我才不喜欢你。你去。
娶了人家呢？我们不合适。那你就是嫌人家丑。这跟相貌没关系。那就是在春风楼的原因。不是在春风楼的原因。那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长得丑。哇，你们这些臭男人就只会拿相貌看人。其实我的内心有多美丽你知道吗？你错过了我就等于错过了一位美丽的公主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一位公主。公主不是公主。算了，不管我是公主还是公主你都不会喜欢。小宝宝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好吧，我该走了。谢谢你在这段时间给我青春留下美好的回忆。嘿，少爷，去！我告诉你啊，做不成情侣，我们以后就是敌人。房主，房主呢？房主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啊？房主，你怎么变成女人了？这是个秘密，死彪子！我让你给我抓美女妖精，一直没抓回来，我拧死你得了！哎，别！彪子，哎，夫人，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妖精美女。真的吗？那你快点告诉我在哪里。以后我这只小花妖能去哪里呢？哪里才可以去呢？你们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们想干嘛？想干嘛？带走！你们想干嘛？快点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把花拿上，走。到出场了，庆祝老太太病体康复，大型演出现在开始。首先有请如花小姐演唱。
婆婆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孩子啊，前两天我和尹天仇交战被打伤了，我救不了你呀。婆婆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待在这里，他们会折磨死我的。那我去找尹天仇来救你。好，那辛苦了婆婆。你等着，你等着。哼，还怎么样？是你的尹天仇就救。由桑去求，程大嘴一定会杀我。小飘一定会恨死你。去哪儿了呀，天仇！你找尹天仇干什么？老妖婆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就得死了！老婆呀！飘飘是被骗到陈大嘴家的，小兄弟呀，你快去救救飘飘吧，他被那陈大嘴呀骗到那春风院去，因为飘飘不从，都快被打死了。你快去救救他吧！不行，飘飘现在有危险，我得去救他。好些年没用你了，你又得跟我出山了。本以为再也不会出事了，到最后还得靠你呀。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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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鬼呢？好刀法呀！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阁下就是单手劈刀，那你应该就是当年杀死直隶都督的牛一刀吧？你是谁？我是陈帮主啊！变女人后，有没有觉得我更漂亮了呢？别说我了。说说你牛一刀吧。没想到还有人记得我牛一刀。我怎么能把你忘了呢？你大名鼎鼎，如雷贯耳啊。当年都督只是强暴了一个民女，你就把她刺杀了，还记得你人头的赏金50,000大洋呢。想当年我可以杀了大都督，今天我照样可以杀了你。谁想到把飘飘给我放了？我是败家，可是我不傻。当年你那
去偷袭，今天我可是有防备的，更何况你的刀怎能有我的枪快？那就试试吧。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的话你还不信？你的刀就是快不过我的枪。帮主，你看每次都是我及时救你。帮主，这刀怎么上到我身上来了？我插你身上怎么把刀弄走？哎呀，放心，这是工伤，给你报销。工伤，谢谢帮主。婆婆，小飘，我去找尹天仇了，可是他不在，吴三却为了你被陈大嘴抓起来了。他没事吧？今天晚上或许就要被赶走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估计天仇是不会去救你，因为吴三是杀人犯。现在唯一个办法，就是我吸尽所有人的阳气，去救吴三了。但是，如果有天仇一直到我。吸人的阳气一定会阻止我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命。如果我中途被阻断，我们的计划也就功亏一篑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兄弟，刚才我已经联系上了政府，政府确认了照片，就是牛一刀，让我们就地处死牛一刀。那太好了，赏金啊，5万块。5万块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分你50块大洋。不是吧，帮主？我替你挨了一刀，才给我50块。哦，这样好了，念在你有功，我再多给你5块，这样你不就是有55块了吗？老大，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多？兄弟，不要看重钱财。要看重我们之间的友谊呀，我们是兄弟，谁跟谁呀？啊，这就是兄弟的友谊吗？哎，你以前那么败家，现在怎么学得这么小气？以前，现在，我能变成女人以后。总觉得钱不够花了，唉。We'll be right back.
飘飘。如果刘三是个多年前的杀人犯，但是他今天晚上就会被砍头，你会去救他吗？不会，犯了法就应该接受惩罚。果然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就是你的菲菲？如果我置身危险的时候，你会去救我吗？什么也不用说了，报警我。小苗，你干什么？你叫我菲菲。妖火，马上我还将变成血妖之王，尹天仇再也奈何不了我了。孩子，我是血妖之王，我杀光了你所有人，只要你服从于我，我就可以让你变得很强大，你还可以永生。永生？干娘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你要吸干我的阳气吗？你怕了吗？牛三，你也有今天呐！为了你这点破事儿，我才得了50块大洋，真他妈不值！我不是一分钱没得吗？少废话，你要钱有用吗？兄弟一场，看天色不早了，早点送你上路，别耽误我。啊，不对，是耽误你搭上那趟末班车。到底是谁？你给我说清楚。少废话，早点送你上路得了。哎呦，哎，老夫人，帮助。您来了，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我已经把你们送给干娘了。啊！帮助！你要干什么？差一个就功德圆满了。
说我该怎么办？擦就擦一个呗，整那么满干什么？只有重。你说你要救他的，你怎么把他给杀了？你个老妖怪，刘三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。绿婆婆骗了我，她说那天你不在的。其实那天我去找过你，但是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。如果我置身危险，你会来救我吗？之前也许不会，但是当我认为你是菲菲的那一刻，我会义无反顾地扑到你面前。菲菲真的很幸福。我火化了那些被树妖咬死的百姓，否则即便他们死了，也会成为树妖的奴仆的。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那些僵尸兵去会会那些树妖。好，就这样。出来，老树妖！死树妖，违背修行之道，残害那么多无辜百姓，今天就让我收了你！水妖是我，
谈论的辽阔。废话少说。制服不了他，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？什么主意？用你挚爱之人的血为你的斩妖剑开封，你就可以打败我了。你明知道我的挚爱已死，你才故意这么说的。不，你的挚爱住在身边，飘飘就是飞飞。可这个世上谁会用自己的挚爱去为这荒凉的世界做贡献呢？我不相信会有这么不自私的人。飘飘就是飞飞，怎么样，用飞飞的死来打败我，还是让邪恶传播在这世界每个角落？自己选吧。是不是我就是你的菲菲？你在说谎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在痛苦什么？我曾经让我最深爱的人离开我，你觉得我还会第二次让他离开我？尹天仇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好吗？你是个捉妖人，你要舍身为道的，爱你的人也该这么做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不是菲菲，你会爱上我吗？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我。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
我以为我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小花妖，遇见了你，我才知道原来的我还有那么多美丽的故事。我多希望可以多听听你给我讲讲以前的事，可是我没有时间了。菲菲是个善良的女孩，我是她的准婿，我也该是善良的，我不该让你失望的。为了你的道，天仇，一条小花妖的性命算不上什么，但是你那天给我的回答其实我很不满意。我问你，如果我不是菲菲，你会爱上我吗？我希望你的回答是一个肯定的字。居然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杀死飘飘，你就是个不义之人；不杀死飘飘，你就打不过我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树妖，你敢受我意见吗？之间的事情很多你不懂，如果那天你没有喝醉，其实我根本不用回答。是啊，真正的答案是放在心里。保重吧。
终于明白你了。我们修道之人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？Thank you.